法师，各位居士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哈、啊，咱听贤规第四十八页，四十八页。那么因为这咱得看到这科判表，大概都局部的来解释嘛，所以我把规个给连起来，就是这一章，就是这张拢给连起来。五序分啊，正中分，流通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这个四十八页的所在，咱就看哈，初呢就是啥，通书，那么第二呢就是啥，别书，那么四十八页这也冇讲到，讲这个通书呢，就是通珠波，所有的经典，差不多90%以上，拢有。拢是相通的，拢是为啥？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，有甚物款的种，所以呢，这个通书呢，嘛叫做正信书、正信序、正信序哈、那么也就是讲，确实是佛经无错，确实是佛经无错。那么拢是为安尼开始的，为安尼开始。所以呢，咱来看第49页这个所在，是安怎拢用安尼来做一个开头哈、那么就是，只要讲哈，有四种的含义啊哈，含义啊。第一呢，就是遵守佛道的依俗，就是讲一切经典呢，固然呢是佛道来亲口所传说的。但是在动车时并不是马上用文字给记载下来、那么在佛陀在那边涅槃的时候，阿兰、是他身边、跟随最久、最亲近的使者，他呢非常的伤心、所以动车时呢就一位中老、中老来劝阿兰说，阿兰啊，这个时候不是你在伤心流目屎的时候哦，你是德文第一啦，你的记忆力特别好，哦，你跟随上古长，那么这个时阵上，你够负有啥嘞？负担流传佛法的责任，所以呢，你应该要今麦甲佛陀请教讲啊，以后的代志要安怎？佛陀阿兰呢，伊就请教这位长老，伊讲啊，我即卖心实在遮乱，唔知要为倒位请教去，因为伫感性上很难过，在理性上呢，理性上呢，伊是不是爱今麦来请法的、所以呢，这位长老呢，就甲阿兰讲，你应该请问四件代志哦，第一呢，就是讲佛陀在世，咱是以佛而住嘛，那佛陀呢？一旦来涅槃灭度以后呢，那以何为主啊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？佛陀在世的时阵以佛为师，但是佛陀灭度以后呢，以何为师啊？第三个问题呢？佛陀在世呢，恶行必丘啊。那么，这个调伏的问题啊，分呢，会当来调伏这恶行必丘。所以咱是看到这个所谓的出家众比丘尼呢，难免还是有恶性的哦。都不是说一旦出家都一切都放下哈，不是。所以其实我们出家师父本身还是具有凡夫性啊。其实呢我们对了生脱死、对生死的这个问题，我们特别的重视到的安怎呢？我愿意放弃家庭，放弃事业，愿意辞亲割爱，愿意呢来面对这个问题，来研究这个问题，来实践这个问题嘛，但是呢，我的凡夫性要是低的啊，所以难免要是有恶性的 BQ， 那一只 BQ 你都有可能啊，好，那么这第三问题呢，就是讲，要请问佛陀，恶性 BQ 呢？如果佛陀在世不要紧，佛陀会去给他调伏，佛陀若没在怎么办没安怎那么第四呢，佛所说的一切这个依教呢立冬呢爱结集啦，爱结集起来
那么伫经受呢，应该爱按什么语言？哦，第四个是不是就针对这个如是我闻来讲的？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来依出行于天下有谁嘛？哦，要在这个经首到底要安置什么语言？哦，所以呢，阿兰呢，今麦去请教佛德，啊、哦，在佛德的面前呢，一一来给请问。就佛呢，就对阿兰讲啊，现在啊，阿兰呐、啊，哦，你不可以是啥德文第一啊，哦，会当来这个承担大事，啊、哦，不是因为感情上非常的艰苦难过，都未记这些重要的代志嘛，哦，所以呢，讲佛陀就讲阿兰啊，谛听啊，哦，我当为你来说，哈、哦，讲我若灭度以后呢，你当以数量处为主。四念处为住、哦、佛德在世依 佛而住嘛、哦、佛不在世，所以阿兰说千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是不是但所有众生的问题 我们也都有这样的问题啊、哦、好，那么我们就看佛陀怎么回答，我们就该怎么做，对吧、哦，那么也就是说以数量处为主、啊、就是要关心不精，关修是苦、啊、要关心无常，关怀无我，数量处也就是这是正法的开条 也就是说我们要依着什么正法而住、啊、如何来安顿我们的心心，那么应该要安住在什么正法之上啊，啊、因为佛德在世呢，是由佛德来给咱宣说正法嘛。咱根据为佛德遐所听闻的正法呢，啊，来安住咱的信心。佛德灭后是不是嘛？同款啊，以正法来安住。好、啊，我们来安住咱这世，搁安住咱无尽的未来世。哈、啊，所以第一个问题哈、啊、得到答案哈、啊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啊。佛德在世呢，以佛为师，那佛灭后呢，以啥？以戒为师，以戒为师，啊，这都非常的要紧哈、啊。所以并不是讲哦，咱学佛来得这尼啊无自由啊，是安怎都用种种的戒律给咱束缚掉的，啊，并不是哦，因为佛德担心咱会堕落三恶道嘛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会设五戒，那设五戒呢，伊。在这技术呢，搁设八关斋戒，啊、哦，就是五戒以外，搁加三个戒，啊、哦，搁加一个啥，不非时时，总共八个戒，八关斋戒不是八条戒哦，八条戒再加一个斋戒。咱讲假菜假菜，吃素哈、哦，跟吃斋不一样呢。咱讲素食素食，咱想讲啊，这个吃斋就是素食，其实不一样。它差别在哪里啊？持斋，持斋过午不食，哎，不止素食，还加上过午不食才叫做斋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办八关斋改成方便的是啥？不提供药食的，连药食都不提供，提供两餐就够了。哦，五戒以外，搁三条戒，哦，这得进一步，哦，搁进一步，那一出个。人来讲呢，为沙弥沙弥尼的十戒十戒，到比丘250戒，比丘尼500戒，啊，这是第二坛，啊，沙弥沙弥尼坛，比丘尼坛，还有呢菩萨坛。那受菩萨戒，出家师父要受菩萨戒，在家居士一样也可以受菩萨戒，啊，也就是讲在家居士来讲的话，五戒。是基础，对吧？进一步八关斋戒，再进一步就是什么菩萨戒，就是菩萨戒啊、哦。所以，跟多阿玛西乌拉蒙哈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都会想说，哎，我如何我是什么款的发心在当地修菩萨戒啊？是不是夫妻的关系一定要断绝？不是，菩萨戒伊的基础呢，三规五戒，三规五戒。之后才能够菩萨戒哦，哦，并不是讲哦，我阿无三规阿无五戒，我都想要修菩萨戒，安尼是袂用的，没有那个资格。
因为要到菩萨的发心，它是有次第的，啊，并且呢，菩萨，啊，菩萨戒呢的戒体是尽未来际，五戒的戒体哈，咱修五戒只是用修用这十二意哦，尽行修，尽行修有效，这个戒体哈，我们受过五戒的这个戒体哈，在我们这一辈子有作用。如果咱来还头德，或者是还这个杀仙，种种五戒当中的一戒的时阵，咱的戒体哈，我们的内心会不安。这个不安是不是也是提醒我们呢、啊？啊，让我们不是那么样子的放纵，啊，不是那么样胡作非为嘛，对吧？啊，咱总是呢，家己爱看守咱家己，啊，所以呢，修戒呢是为了让整个社会更加安和，啊，安和乐利才对。好，参照讲，为着咩交通会当畅通，啊，必须要遵守什么交通规则啊？交通规则不是拿来绑咱家己，是为了什么大众的什么行车的安全嘛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既然要开车，你是不是就要遵守交通规则啊？既然要做人，那么就应该爱修五戒，啊，就应该要守五戒，才不愧为是个人。不然呢，啊，常常做一些衣冠禽兽的事情而不自知呢？啊，那是危险的，啊。好，那么菩萨戒的戒体尽未来际，那咱这些会当合佛，咱未来世同款会当合佛，这个戒体会发生作用。所以我嘛讲讲，啊，咱如果目前要唔知影咱来世要来倒位，起码今日受菩萨戒，不管去倒位，都是去有佛法的所在，是不是安尼？有迄戒体会阁发生作用。哦，所以不管是伫倒一个世界，一定要去一个啥有佛法的世界，有佛法的世界，咱后世才有机会继续阁学佛，哦，才有法度予咱来发心回向无量的延寿嘛，是不是呢？哦，所以呢，菩萨戒，哦，菩萨戒的修仙上界大的关键在哪里啊？三规五戒。以外呢，就是菩提心嘛，对吧？菩萨就是发菩提心的萨埵，好做菩萨，菩提萨埵，简单好做菩萨，对吧？啊，因为咱中国人就好简啊，应该好做菩提萨埵，菩提萨埵，结果那个四字加麻烦，那个干做两字，佛得两字，加干做一字，好做佛。佛得佛得变成佛，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变成菩萨，啊，啊叫菩萨，两句拢想讲菩萨的，啊，未记什么叫做菩萨，是发菩提心的萨埵，萨埵的是啥？有情众生，萨埵是有情众生，发菩提心的有情众生才能够名为菩萨，对吧？哦，所以呢。咱讲做人有基本的五戒，做菩萨嘛有菩萨的大戒呢，重戒、重戒，这个倒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到哦。哦，退失菩提心是根本菩萨的大戒，退失菩提心变作做祖师祖力的人，不变为菩萨呢，对吧？菩萨就是希望放下咱的祖师祖力。希望咱来当去利益他人，嗯，马上好做菩萨的，哦，所以咱讲有当下有败坏菩萨，什么叫败坏菩萨呢？菩提心消失掉了，啊，在很多的困境当中，你想讲，啊，我救家己都未富，我哪有时间去插别人？安尼都不是菩萨的，对吧？哦，纵然咱伫这个困境当中呢，赶快，咱要够有法都去帮忙别人哦。哦，就是一大地动的大地动的时阵，啊，这个无方的万佛师受创很严重呢。哦，那么很多的师父都是搭个帐篷就在外面，但是这些师父都还照样帮助很多的灾民呢。他在这个灾厄当中，他还有能力够去帮助其他的灾民。只要咱有心，
众人家己在灾难当中都还有能力去帮忙别人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呢，对不？哦，所以咱讲菩萨的大概都是啥呢？亲心。那如果来去亲心的心，是不是都哦，就无爱讲，都无法度去顾别人啊啦。亲心众生的心是菩萨的大概，亲心的心，哦，坚定的心，哦，贪求无厌的心，要搁啥慢心，哦，自以为是，感觉家己是哦，哦，很有成就，哦，以为自己要盖阁秀，不管伊去甲人服务嘛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哦，所以我常常嘛感觉讲，咱学佛以后，唔通讲回去厝会讲，会感觉讲哦，我盖阁秀，我早修行，你拢无伫修行，哦，哎呀，就惨啊！啊，千万不是安尼哦，对不？哦，菩萨呢，应该是更加柔软，更啊，让那个自我的心越来越降低，啊，越是无我的状态啊，哈、啊。所以，咱也想讲，现在咱想要接近菩萨，因为菩萨无限无量的慈悲心嘛，慈悲心会让咱感觉伊就柔软。哦，我这些人啊，就有个性的时阵，哦，咱讲好像刺猬一样啊，唔知当时咩给咱拄到，咱会惊对吧？哦，咱会惊啊，哦，所以咱常常弄啊，刚愎自用啊，那顽固不宁，哦，以为很有个性，其实呢，安尼吼，攻击恶言的机会是真多。哦，所以咱讲菩萨呢是爱安怎攻击善言呐、啊，哦，广结善缘。哦，所以菩萨道、菩萨戒，哦，我也感受到讲啊，修菩萨戒嘛是足要紧的，哦，因为在家、出家，同款拢会当修菩萨戒，哦，菩萨戒的功德嘛是非常的大，因为利益他人的心，心中放大，功德自然大嘛，哦，自然是真大的哈、哦。好，那么咱回到咱的这个经文来底哈。哦解释哈，第四十九页，哈，讲佛德在世以佛为师，那么佛德不在世以戒为师嘛，这是非常要紧，对不？啊，以戒呢，变作是咱的老师一样，因为咱心，哈、啊，咱的心中有戒呢，咱的行为呢，都会受到啥限制，咱家己爱管制咱家己的行为嘛。哦，不是说啊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样子太可怕了，对吧？啊，只要我喜欢，我胡作非为都在所不惜，那么这个社会不就乱掉了吗？啊，那么咱呢，做足侪恶业，咱家己都唔知影。哦，那是真危险的一件代志哈。所以这个改非常的要紧哈、啊。好，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啥？恶性 BQ 啊，恶性 BQ 呢？佛德在世，佛来调伏，但是佛不在世呢。那么伊讲，你一定呢可以不管他了，哦，听他随便啦，就是莫病，哦，在僧团当中嘛是有安尼哦，哦，你实在不愧为一位僧人的话，用莫病的方式不再理他，因为一个无法度去甲管教，只好放弃。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。哦，如果咱若够靠菩萨的心呢，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。菩萨呢，善人要度，恶人他更要度，是不是安尼啊？这是真正大菩萨的。哦，但是咱的菩萨心阿伯到迄个程度，咱的、那个哦次那个什么修行的那个果位还没到那个程度呢，咱度未过来时，煞好度去就废去啊，对吧？所以咱要无念着去度的时，只好先到。放弃啊，无法度啊！佛陀是安怎会当所有的众生他都能够调伏？因为佛陀已经是最高的境界，没有人能够超过佛陀嘛。但是我们很低的境界，那么咱就是多哦，比咱较低的部分嘛，对吧？所以想讲哦，譬如讲，咱在读到中学的时阵，讲弟弟妹妹讲国学的问题来问咱，咱是不是加减会当回答啊？哦。中学的程度看小学的书是不是很简单啊？
到大学的程度来看中学的主是不是也是感觉比较简单。好、哦，咱只要度咱，好、哦、比咱较头前的人，咱拢有能力度；但是比咱搁较悬的，咱无法度。好、哦，或者是讲，哦，伊实在足恶恶，甲咱真正无迄个能力，那只好甲放，先暂时甲放下。也不是说完全放弃啦。听好，咱有能力的时阵呢，嘛是赶快要甲度。哦，爱充实咱家己的能力嘛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么这是第三个问题，第四个问题就是。一切的经受呢，同安，吼、哦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某处，以地主，吼、哦，诶，某某某某某某等等。那么，这就是所谓经典是安怎拢会为如是我闻来，吼、哦，一时佛在倒位倒位，吼、哦，那么这是遵照佛陀的意思。第二呢，是咩断众疑，啊、哦。因为欧兰哈的这个结集经典的时尊高僧法座，欧难呢是佛陀的这个哈、哦，也是有亲戚关系，是什么堂兄弟啊哈、哦，堂兄弟，所以他长相庄严而且很像佛陀，啊、哦，尤其登高座的时候更加庄严啊，哦、那么众哈、哦、大众都会起不疑问，会想讲，哎呦，是不是佛陀哥再来？啊，是不是佛陀再来？啊，因为咱会有感性上面的这种期待嘛，对吧？啊，一旦佛陀不在呢，咱嘛是一直希望讲啊，佛陀看会当搁再世无？啊，竟然看到欧兰，那样你要参求佛陀啊，尤其身高坐更加的庄严的时阵，难免会怀疑。啊啊，第二怀疑呢，伊讲啊，那么应该不是释迦牟尼佛。啊、哦，那么无定就是别个佛来啊，无定阿弥陀佛来啊，对不？啊、哦，就是有师父来到这里所在，只要成佛呢，必然哈，具、哦、有啥呢？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一定会具有，因为伊宿世累积来的福报、智慧、诸缘所致、啊。所以咱讲一个人的长相如何，跟他的修行有关系。所以咱唔通想讲啊，修行好才就跟咱生活无啥关系，大有关系啊！持戒经验啊，持戒经验的人，那么所获得的呢，会是色身的相好庄严啊，因为拢无去伤害别人嘛，拢是来利益众生的时阵呢，伊所得的呢，必然是啥很庄严的法相，好、啊，所以等于啊，买单。断去，大家会怀疑讲啊，是不是他方的佛陀来到这？或者是讲第三讲怀疑讲，嗯啊，是不是阿兰已经成佛啦？哈、哦，那是会这种的怀疑。所以呢，一旦听闻就讲啊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哪里哪里，表示呢，这就是阿兰家己所宣传，不是佛陀再来，嘛不是他方的佛再来，嘛不是阿兰已经成佛，安尼哦，所以呢。再用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哈、哦。第三呢，第五十页哈，这样嘛讲洗哈、哦、洗掉什么争论，洗掉一些争论哈、哦，因为有阿难尊者啊、哦、在法座上来呛言啊、哦，那么一切经典呢，拢是啥为佛陀遐听闻来的啊、哦，并不是阿难家己的意见，不是哦。啊、哦，只是阿兰呢，伊的这个德文第一，伊的记忆力非常的好。啊、哦，印度民族哈，因、哦、为这个宗教的细胞特别发达，以外呢，因为这个记忆思考的能力特别的强。啊、哦，所以想想的真正佛陀不诞生在印度也难呐、啊哦，因为要借着印度民族的特质。因为思考的能力非常的强，为什么他思考能力很强？因为物质生活非常简单，哦，印度人的生活非常的简单，哦，大部分的百姓了哈，但少数也有很多富有的人家，那个除外哈，大部分呢，这个印度人本身哈，他的那种思想的细胞特别的发达，啊，听讲。目前呢，哈，在世界上呢，这个电脑软体设计最强的是印度，嗯，
最强的是印度，阿拉伯数字啊，一到九之外的零是最大的关键，零是印度人发明的，零有零的观念的，对吧？我这个零之后，哇，整个你看有多大的一个空间呢、啊？哦，所以呢，佛法本身呢是爱特贵殊胜的，因为特贵殊胜，咱才有可能去接受伊嘛。如果是糊里糊涂的呢，其实这无发生力量。哦，是特贵熟客以后呢，我才接受伊。那么这个接受呢，才有可能变作我做人处事的啥原理原则嘛。哦，会改变我们的做人的风格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哦，特贵天经文化讲哦，念佛的重要性，修行的要紧。那么这个我们是不是会谨记在心啊？不仅谨记在心，我们会想说，我们应该要来设法做，只要我愿意，那么都是可以做的嘛。哦，好，所以呢，加马公哈，一旦听闻就讲哦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哪里哪里，那么嘛，会当哈灭时的大家大众的啥争论，唔免搁底下修正，讲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，安尼麻烦，对吧？因为拢是由阿难为佛陀遐听闻来的，哈、哦。第四呢，也就是跟外道呢有差别，啊、哦。外道的经典不会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，啊、哦，如果咱来去天文，去看别人的经典，不是为安尼来，所以咱佛经有佛经的这个符号啊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为这个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，啊、哦，所以这都是咱所谓佛经的啥通书、见信书。哦，来证明哦，来互咱相信哦，这是为阿难尊者遐来哦。好，那么四十八页哈，咱个变过来哈、哦，四十八页。那么如何来证信？哈、哦，举五事来证信呐、啊，举五件事情来证信。哈、哦，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讲信闻识主处。还有种有两个说法，一个叫五事，五条事情来证明这个通书的成就。那么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六种的成就，六种的成就、啊哎、六个成就呢，就是为什么呢？信成就，文的成就、啊、信如是嘛，如是我闻啊、哦，这个文是文的成就，时间的成就，啊、哦，还有呢说法主的成就，还有处所的成就，那一集呢众生的成就，听法众的成就，啊、哦，那么咱来记一个例呢，好参想讲啊，咱们举行一个讲经说法的发挥，是不是嘛？要六成就啊，啊、哦，需要六个成就。第一个成就叫做信的成就，这个信的成就怎么成就呢？啊，譬如讲啊，咱讲哦，某某所在有一个发挥，不管伊是诶佛思想的发挥，或者是讲经说法的发挥，咱首先都爱看是倒一个单位在办，哪一位法师在办，这个是不是一种信任啊？有没有公信力啊？啊，是不是一个正信的道场？对吧？啊，如果来这个这个道场真奇怪，唔捌听过，哦，啊某某师啊唔捌听过，唔知为倒位造出来，哦，为某某山下来的一个什么法师，啊呢，我们就要考虑考虑，这个信上的成就不一定能够成就，因为公信力不足，对吧？啊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第一点的就是信，啊、哦，咱来起一种的信任啦。有个公信力，有公信力的团体所办的活动，咱是不是比较较安心嘛？啊，因为黑龙会经过这个筛选嘛，啊，信的成就。第二呢，就是要文的成就，文呢就是要做文宣啦、啊，啊，文宣包括很多的方式哈、啊。以现代来讲，特贵电视嘛是一个文的传播嘛，对不对？从电视获得这个消息。还有呢，为网站也可以啊，电子报啊，对不对？
还有什么？这个海报，是不是 DN 啊？或者季刊，或者会讯，或者任何的消息管道的来源，好，这些文的成就，总是爱有一个天文的所在，接受的这个因缘嘛，对不？哈、啊，这是第二个成就。第三个成就就是讲，啊，到底是多几天要举行？哈、啊，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？是礼拜几？对吧？啊，我有时间也无时间。如果也无时间，你家己本身都无法多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法会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那么这个就没办法成就哈、啊。在时间，跟咱本身的时间冲突，那么事业成就嘛无法多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时间拢爱标明真清楚，对吧？就是爱适应。所谓众生讲啊，我看我迄个时间，迄个时阵有时间也无时间嘛。好、啊，这是时的成就。好、啊，第四呢，就是说法主，究竟是什么人来说？哦、啊，是哪一位师父、哪位法师来说法？这个也很有影响啊。哦、啊，某某法师很有号召力，很多人；某某法师没有号召力，很少人，是不是有可能？弄五颗莲，那这个嘛是啥？结的缘的问题，啊，他所结的缘是多是少，这个都没有办法勉强，啊，所以以前嘛，常常感受的讲，譬如讲哦，这个寺院本身嘛有这个助念，啊，那么咱买发见讲，平常时伊如果非常的热心，伊非常的发心，那么因到老代志，那叫助念足好叫，伊平常时拢无啥出现。哦，对众人的代志拢无啥的关心，哦，因到老有代志呢，每找人做念，足歹找，啊，屡试不爽哦。所以咱平常时的发心就要紧，迄拢看平常时的发心，咱有下下偌济经济，咱结偌济缘。平常时一直不断的攻击善缘，不断的下经济的人哈。老代志吼，要找人容易啊，因为伊一个有下迄个经济嘛。伊即阵啊有代志，好像在收割一样，他是不是收割很多很多花果出现啊？对吧？啊，你平常时都下无几粒经济，你是咩收？哈、啊，要收割多少结果很难，真的很难啊。所以呢，咱讲这个说法主的成就嘛是啊。有的法师哦，真的广结善缘，素质有修，他只要他一起来号召，就是很多人。黑马是以贵气谁啊？喏，贵体唔拿贵气谁啊？哈，还够一只谁？他们大概结的缘有关系啊、哦。所以呢，这是说法主的成就。那么第五呢，就是啥？处所的成就。第什么地点？在哪里？哈、哦，在哪里呢？那么他会比较感召的是当地的人，对吧？好、哦，没老远老远跑过来的机会比较少，不是没有，比较少。那务必告影响以东北为主嘛，啊、哦，那么我远一点可能会有一些人，但是太远过后登基嘛那种人，大概嘛无法度嘛，啊、哦，所以处所的成就嘛是这样要紧，啊、哦，有一个很舒适的场所，很恰当的场所。哦，很正性的场所，那么这东西有助于这个处的成就嘛，对吧？啊，譬如讲，哦，我们刚经说法，那么找寺院，上盖对档啊，对吧？啊，会觉得这个顺理成章，啊，如果找到不恰当的地点呢，有当下人嘛感觉奇怪哈、啊，譬如讲，哦、啊，我们刚经说法讲来饭店办，啊，人家会觉得有点奇怪。想说哎呀，我到底是该去还不该去，那走去饭店处所啊、哦、的成就上面还比较不足的状态。好，还有重的成就啊、哦，听众，那你想说啊，譬如说办高中营还是大专营，那是不是参加的对象就有限制啊？对吧？啊、哦，爱隔中生，或者是小学生，还是要大专生，还是要社会青年，还是要老人家？是不是有当下嘛有区别，啊、哦、有区别的哦，对吧？那是重，但是以讲经说法来讲，原则上都没有去怎样限制，只要愿意，
啊，只要你来愿意，哈、啊，那么拢会当来参加嘛。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咱讲透过佛法来看待这个属相，看得到的这个现象，咱爱去看到啥，搁较深沉的啥因缘法。生成的因缘法呢，上界生成的是缘起显空啊。头前嘛有去讲到哈，缘起显空四字是最深的道理，但是这个深的道理，咱无法都伫这个课程当中来解说。哦，那么上好的是啥？去读《金刚经》或者是《心经》，破这经典，破这经典遐尼啊多，无非就是伫甲咱说明什么叫做缘起显空。因缘的法则，啊，因缘的法则，那也是真理的法则啊，法则，哈、啊，这个部分。所以呢，咱讲哦，咱只是看一个活动的举行呢，唔知影这当中呢，起码啊六种以上的因缘爱互伊成熟，才有可能会当成就。好、啊，好，所以呢，佛陀那个时代也一样啊，啊。不得的时代如此，这个时代也是同样如此。那么咱讲真理，就是伊无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拢会当适用，唔再叫做真理啊，对吧？如果有所限制，某牛顿定律它还是有限制的哦，在某些物理条件之下，在什么样的温度里面啊，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，它适合，超出这个范围，它不负责任。对吧？因缘法则的进行，啊，定律它还有限制。真理呢？真理是不是古今中外都要适合啊？哎，啊，所以存在的因缘法，伊就是无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一切该啊该当拢会当安怎呢？拢会当适应，这叫做真理。啊，因缘法就是安尼的真理哦。啊，好。那么这个所在，哈、哦，咱再看的哈、哦，这个性的成就就是如是，啊、哦，也就是讲，因为由阿兰来宣说，哦，由阿兰来证明讲，如以下的一切，哦，我所宣说的这一切呢，拢是我阿兰本身为佛陀遐天文过来。哦，这个如是包括以下一切经文当中所宣说的这一切，叫叫做如是啊，哈、哦，叫做如是。我闻的就是阿难家己本身啊、哦，为佛陀遐听闻过来，我闻嘛，闻的成就，伊是有听闻到的，啊、哦，唔是阿难伊家己创造出来的，唔是哦，是听闻来的，啊、哦，那么一时呢？这个一时哈，因为印度的民众呢，非常无重视这个时间的观念，啊，因为他因为这个思想太活跃了，啊，并且呢，啊，咱讲这个时间，啊，比如讲咱即马好多台湾的时间，甲美国的时间，同一个时间卡电话过去，迄边的几点甲这边的几点同款无？无同款，啊，更何况。佛陀，伊嘛曾经有去啥道理天说法对吧？伊迄边的时甲这边的时嘛无同款，所以呢，伊干脆就是用一时就好。过去有那么一段时间曾经发生过，哦，这是咩叙述过去一段时间。如果咱是要办活动，讲未来每年几月几日，那么迄时间都要标得准啊，对吧？因为还未发生嘛，啊，并且爱适合众生的因缘嘛，对吧？啊，那么就要标记清楚哈、啊。所以呢，咱讲印度，啊，印度佛教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历史非常歹读，就是安尼，它年代很不容易定得清楚，专家学者都有很多的说法不一样啊，啊，因为他们在年纪年上面哈、啊、都没有记得很清楚，那么。要来回头去推算，往往呢拢根据阿育王、阿育王时代去推算他，啊，因为阿育王算是离佛陀的迄个时代比较较近的，那么伊起码是一位国王，伫国
在印度的历史上还有一些记录，啊，为阿育王的时代推算登基佛德的时代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都还有差距，啊，有时候有50年的差距，乃至到100年的差距都有哦，啊，好，那么所以呢，印度人伊本身的历史的这个记录本来哈，记载呢本来伊就是无讲非常的这个啊。在意的哈，所以以佛经嘛是用一时就好。说法住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佛德，就是佛，就是佛。那佛呢在哪里呢？啊，因为每一部经典其实都有不同的地方。啊，如果咱老去印度嘛是会当看到佛德，非常多所在呢，都是以经经底下说讲经说法的所在。啊，那么咱常常会去看到啥？佛在夏威国。哈，基苏基高多园这个所在，啊，这所在哈，那雕像一定会去到迄个所在。啊，佛，这个印度哈，非常的特别。咱每到一个圣地哈，咱拢会感到非常的清凉，非常的感动，哈，会感到非常的清凉加感动。但是一离开迄个圣地，哦，外口够臭。差十家呢，不要讲，差很多呢，差加多哦，那种会有那种清凉的感觉，啊，清凉神圣的感觉，啊，非常的特别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就请，啊，劝咱佛教徒应该即世起码上起码要去一遍，啊，去参，啊，去巡礼啊，啊，去踏过佛陀的。足迹哦，啊，这个是事项上看得到的足迹了哈。我们平常咱讲啊，那哈魂嘛是踏着佛陀的足迹，这是思想上的足迹，做人处事上面的足迹嘛哈。好，那么这个夏威宫呢，啊，在东车时呢，啊，佛德迄个时代，啊，佛德迄个时代呢，那么这个夏威宫，啊，夏威宫呢，是这个。比较较富足的所在，哈、啊，那么在五十三页呢，哈、啊，夏威国是一个国名，国国的名，哈、啊，那么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呢，嘛是非常的拥护佛德，啊，所以呢，佛德呢，哈、啊，常常在这个夏威国，那夏威国呢？非常的宽嘛哈，佛德呢嘛是伫夏威国几落个所在讲经说法，那么其中的啥基丘哈，那么基高多园的这个所在，那么再有一个故事哈，这里有个故事哈，奇树及孤独园啊，就是这个及孤独啊，是一位长者的名称。啊，这个中者呢，为这个名号，咱就知影，一定是啥，经常的在济世救贫，给什么孤独的人，种种的什么这个财务的布施跟供养嘛，济孤独嘛，啊，所以有一位中者呢，叫做急孤独中者啦，啊，那么因为这位中者呢。有一天哈、啊，去到伊个朋友遐，那么这个朋友呢，叫做达德尊者，伊去遐过暝啊，半暝的时阵呢，就发现讲哇，啊奇怪，这个位尊者半暝来起来安尼，无闲啊，发到足济代志啊，啊，那么伊就问讲，啊你是伫创啥？哦、啊，那遮尔啊老实，哦、啊，遮尔啊拍拼，那么。伊这个朋友中者呢，就甲伊讲，啊，就是哈、哦，因为佛德要来这个所在，哦，那么我们当然爱做足济准备，哈、哦，那么阮想要来供养佛德，哦，伊这听到佛德，伊嘛是伊宿舍这个贤君哦，哦，伊的毛孔都竖起来了，哦，伊感觉非常的感动，哦，伊看到因安尼滴供养，但是呢，这种的供养拢是短期的，三两天。或者一餐饭，啊，那没有了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急孤独园中者呢，就发起一个心，
伊想要去供养一个比较较古长的，哦，一个修行的场所，哦，来供养佛陀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到处去找所在，那么伊找到一个太祖，啊，太祖的花园啊，这个花园内底呢有非常多这个奇树，有很多的奇树，环境非常的优美，啊，伊看非常的喜欢。哦，唔，那伊介意呢？佛陀嘛真介意，但是呢，这位太子无欠钱，伊讲我唔买咧。哦，咱讲要讲买地上惊，就是伊无欠钱，对吧？伊若欠钱哦，要买的地就较紧啦。啊，无欠钱哦，伊唔买就唔买，看你要安怎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尽量去甲说服。啊，那么当然呢，这位太子原来是有贤君。啊，但是呢，伊想讲，我都无一定要买。我甲你啊，为难看卖，啊，甲你考看卖，你若考袂过，我就唔买，啊，啊，若考会过，那只好卖。伊就甲出一个问题，讲我这个土地吼，非常的高贵，你必须爱去摕黄金来铺地，爱规个拢甲铺满，我的价值就是只黄金。哦，啊，这个中介哈，吉高多的公家中介呢，就真正。哦，去把伊仓库内底所有黄金拢载出来，完全甲铺干嘞，黄金铺地，哇，拢甲铺起来呢，伊就是要买你这块土地啊！哇，这个太子一看嘛，真感动，哦，伊本来是要甲为难的代志，竟然让伊做成啊！但是已经有讲出嘴啊，伊嘛袂用讲反悔嘛，哦，但是呢，伊就讲，虽然哈，哦，这黄金是。这块土地价值，哦，我会当卖你，但是呢，讲实在，我嘛想要和你联名，我嘛愿意共用佛陀哦，啊，因为呢，我这么侪树啊的土地上是不是黄金铺袂着啊？哦，如果若真正，哦，要完全黄金铺地，那么我只好把这树啊拢甲锯掉，哦，让你黄金铺地嘛，对吧？哦，啊，当然，这个记条都无记得咯，哦，所以呢，就是改联名起来，哦，这奇树几孤独的花园，这样知道吗？哦，所以这个奇树本身就是伫纪念这位太子，哦，伊所供用的呢，就是这个奇树嘛，对不？那么，吉果多中将呢，来供用佛德。哦，所以叫做奇树级孤独园。哦，这环境非常的好，非常非常的好哈。如果老去印度呢，真正就当去迄个所在，我觉得非常的清凉。啊，哦，非常的好哦。哈，哦，那尤其咱会感觉讲，哦，我们竟然走到经典里面去，啊，会觉得很特别。啊，哦，尤其咱哦，咱讲佛教，咱学佛嘛爱开发咱的宗教的情操。宗教情操很重要，啊，宗教的情操的启发嘛是最要紧的，啊，宗教情操哈的那个感受不是语言能够表达，对吧？啊，好像一种使命感，啊，一种对宗教、对佛教的那种护持的心油然而升起的，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这里奇树级孤独园呢非常的大，非常的优美。那么当然，这里时阵说。村的拢是一挂迄个那个残那个什么残留下来的一些砖瓦而已啦，啊，但是呢，家有讲到伊的规模哈，规模很大，55页加啊，讲有纲等哈，浮屠12，讲堂72，房屋3600，楼阁500，可能无甲遮尔啊大的规模啦哈。这个大概是一种形容词哈，啊，表示那里规模的庞大。但是呢，这都是像世尊一生的6年以后所建立出来，所以很多的经典都在那里所宣说。啊，好，阿弥陀佛，我们休息一下。